Hey Podcast，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想先谢谢你的收听。最近在各个平台都帮大家上了很多的内容，包含抖音、IG、Facebook、YouTube。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搜寻 Ethan 刘成浩。今天是我们第一集的 KOL In House，那今天邀请到我们的黄景玉，就 AKA DDT，是他的涂鸦的这个。像艺名吗？还是一个？通常我在外面工作也都是用 DDT。那针对还不认识 DDT 的一些观众，我们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从事一些什么样的创作。大家好，我是 DDT，我是一个涂鸦艺术家。我是物理系毕业的，只是就因缘际会之下，然后我对物理系其实没有什么兴趣。有一天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然后里面刚好有一个就是画街头立体画。他是一个叫 Julian Beaver 的艺术家，然后用粉笔在地上画了很多看起来很 3D 的东西。是，我觉得哇，真的太屌了！我应该也可以做到吧？然后我就一个人到淡水的空地去，然后大概每天晚上都去画图，大概画了半年左右吧。然后就决定啊，以后就走这一行吧。OK，那在这之前，你收到那一封神奇的 email 之前，你有发觉自己对涂鸦或画画这么的有兴趣吗？我其实以前画画，我自己也觉得画得还不错了，只是没有想要做这一行，因为感觉美术课本介绍的艺术家，大部分看起来都过得很清寒，然后 OK，不太帅气的生活，感觉艺术家吃不饱，养不活自己这样子。对，但没想到也有帅一点的艺术家，都可以。OK，所以那时候收到这个 email，有发现是谁寄给你的吗？还是就是？怎麼會应该是什么行销的网站那种垃圾信，然后我有时候无聊会点开看一下。OK，这个不错。所以别人的垃圾有可能对你来说是黄金，就给你一个很全新的启发，对不对？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我也常常听到很多，不管是学生或是上班族，他们可能会反映说，他们在学校所学，可是跟他自己的热情想做的事情并不一致。可是呢，我想去追随我的热情，可是又怕养不活自己。或者说，我的家人对我有个期待，我念个金融，应该去华尔街工作，怎么去做艺术创作呢？那你自己有没有面临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冲突的部分？这个一定会有，当然我觉得人呢，就是一辈子你就活一次，所以就我自己的座右铭是，我不成为你的期待，也不做你认为的理所当然，我就应该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毕竟我又不是帮别人过生活，应该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如果会饿死的话，算你运气不好，自己想办法活下来。18岁，我觉得这个经验会对我们观众非常有价值。就是如果你有一个你自己的热情，你又有别人的期待，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一方面可能是心防，就是我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或别人对我的评价。那有时候我们从小到大在表现的是我为了满足别人对我的期待而去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但第二个，我觉得面临的挑战是，那我自己是不是真的够强？够好，可以在这个领域上面做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可以发光发热。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比如说自己怎么样去增强这个实力？毕竟从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创作者来说，毕竟涂鸦就是没有老师给你打分数啊，所以就有一两个人喜欢或100个人喜欢，我觉得都可以啊。最主要是自己先喜欢嘛。我自己是在户外，就每天半夜去画，画了半年了，就画的时候画到倒在地上。那反正也没有人，所以也不会有人发现我。然后过了半年，我就看到就淡水重建街那边有在办市集。然后我想说，那我问他们看看说，能不能让我在你们那边柏油路上画个图看看？搞不好人很多，可以过来看一下我的作品。对，大概就从这样开始，就是有一点接案的跟世界接触的感觉。对，你是毛遂自荐就自己去推荐说，可不可以在这里创作这样子？对，我觉得我自己画的蛮行的，然后问说可不可以，他们说，好像不错。我就对我之前有看过你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因为你本来是物理系嘛，然后都是男生，对不对？然后因为做这个涂鸦开始有兴趣，发觉作品好像需要去跟别人做连结，然后开始想要拓展一点社交领域的一些关系或能力，然后你还去上了卡内基课程，是不是？对，没错。我们应该说涂鸦，我觉得是一个很需要人际沟通。当然，我们涂鸦课里面有很多很不擅长人际沟通的。别人看到你在画图，马上就检举你，然后让你警察来找你。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就好好跟路上经过的人
解释一下，嗯，会说，我们是那个什么叉叉大学，请我来这边画的图，哦 okay、有个活动，嗯，所以你一般创作的时候，可能旁边有人会一直看你那个创作的过程，对。通常我是半夜画比较少，然后当然有时候会是就没办法，都在半夜画的时候会有人经过，我就会解释一下。那你们是怎么训练自己这个胆量，就是说敢去街头画画这样？哦，这个真的就需要练习了。我们这有组街头艺术社，然后第一课就是练胆量。对对，因为没有胆量出去外面就是做可能是犯罪的事情的话，大概跨不出去第一步。这个犯罪我觉得好像有点严重了，应该是有了会罚款的，当然我们要好好清掉。算是违规啦，是不是？对对对，他是触犯哪一种条款？或废弃物管理条例之类的。对，反正就他会当成你是在街头乱画然后什么东西。但其实因为我是用粉笔画，比较不会有就水洗掉就好了，对对对。淡水又常下雨，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残留。对，然后我们训练胆量的话，对，我们第一课是去街上，我们会去就是认识街上的其他女生，因为我们都男生嘛，全男生组的街头艺术社，然后我们就会随机对每天对三个人就是做自我介绍，然后跟他讲你自己的作品是做怎样的，然后做完如果对方想认识你，你可以继续接下去，那如果对方很忙就千万不要去。所以刚开始有被拒绝吗？会啊，因为大部分都以为我是卖爱心笔，所以就要下个时限，说不好意思，就三分钟而已。我们现在刚上完卡耐基的课程，我们去对三个人做自我介绍。对对对，就给他一个，就我们不会打扰太久，然后也不是真的要卖你爱心笔之类的。对，先讲清楚。社会这么乱。对，所以刚开始从本来是兴趣，然后去市集帮人家画画，然后在街头做各种创作。那什么时候开始有认真想要把这件事当成一个职业或者未来的一个定位的这种想法？大概在我出去画图第二次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以后就做这个行业好了。对，因为很刺激嘛，心跳很快啊，感觉也很浪漫。对对。然后决定之后其实就一直画，然后就看有机会就自我介绍一下，所以我觉得我作品不错，你可以试试看，就是这样的感觉。 OK， 我知道你好像中间还有去过很多不同的艺廊自我推荐，对不对？那个是当然，我毕业之后当完兵就找工作，我第一份想找的就是画廊类的工作，因为我不知道艺术这个东西要怎么卖掉，所以想到先去画廊就是找个经验看看，看看都是些什么样的。是是是，去画廊工作就对，可以，比如说先了解这些会买艺术的人，他们心里在想什么，然后他们怎么购买艺术的这个过程嘛。对啊对啊，就是至少也知道有哪一些人是喜欢街头艺术嘛，去再一次看看有没有人来看画廊就知道了。对对对，只是一开始就都会被打枪，因为我物理系毕业的去画廊，对第一履历表上说，哎，物理系的。那画廊会想要什么样的人？后来你有没有归纳出一个？我那至少要科班毕业，然后女生比较优先。哦，科班毕业，因为是你要服务客人嘛。对对对对，女生比较吃香，对不对？对，因为服务业大部分是这样，就大家比较听女生介绍。不过我知道你后来现在好像也找到欣赏你作品的一些画廊的主人或空间的主人，然后也会让你的作品开始进驻在这些地方，对不对？嗯，对。现在的话，我是在淡水那边有遇到一个老板，所以。大部分它有四个空间哦，基本上我的作品就会出现在这四个地方。我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创作者，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可能都会担心说，比如说市场会不会接受我的作品啊？那我究竟应该是创作我自己喜欢的，还是说应该去观察市场上想要什么，创作市场上喜欢的？那你自己的一个经验会是怎么样？我自己的经验，跟我大部分会画自己喜欢的东西之外，有几个议题我知道是市场上特别火红的，就是艺术市场买就是这四个主题。哦，所以那一定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就是生死。生死。然后讲到生死、okay、然后性爱。Uh-huh、政治社会议题。对。就这几个。它就是还有一个是金钱。嗯哼哼。你讲到这四个议题特别容易被买。因为这是人生命中遇到的大问题，大概就这些嘛。所以你画的东西跟这些有关的，可能就比较容易。那另外是自己心理方面的话，因为每个人心理不一样，所以你画自己心理的作品，大部分比较难被看出来。当然有一些跟你有共鸣。
对，了解了解，这有点像说我们在做文案或做行销的时候，有时候会用七大罪里面的一些人的情欲跟那种负面的想法来引导出共鸣的感觉。比如性就是常常用出的议题，可是性你怎么去跟甚至政治跟时事结合？比如两个政治人物之间亲吻啊，甚至他们没有穿衣服之间拥抱啊，这个都是很多做一个跨领域很好的结合的题目。但是如果是个人心理的抒发，有时候是因为这个我自己的一个成长经验或生命经历，可是如果没有跟我有类似经验的人，可能不太容易有产生共鸣，对不对？不过这个是当一个消费者或是一个欣赏者，他认同了你的创作之后，慢慢的进入你的个人世界，他们可能会比较能够去领略的一个部分啊。对啊，所以我基本上是两种都会画，所以就是有一部分是人家把人家吸引进来，另一部分对想深入的人就可以再往下就看。你自己真正表现出来的样子。我知道在你的创作过程里面，其实有几个点是有点爆红的，像在 Dcard 上面做了一个帮女友做的这个手工的包包，对不对？哦，对，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初怎么会想到做这个，然后怎么会分享到 Dcard 上面？哇，然后大家都觉得非常羡慕，这个别人男友最好的。对，因为送女友礼物这个其实是大家都很烦恼的问题，就你不知道送什么，送了之后可能就会被 complain 一些。但有一些理论是说，就你送女朋友礼物之后，最好是她能拍照上传分享给朋友之后，很多人按赞，她的你的礼物的加分就更多。是是，所以你的东西必须要，就是她 po 文的时候可以用到，然后很多人会去点的感觉。我那时候做的是想要做比较像时尚的小宝箱的感觉，但我是用纸做，因为我不会缝纫或是，对，所以都用胶合的。对，那是，但其实市面上也是有胶合的行李箱，就是 Globetrotter， 它专门做纸质的行李箱，英国皇家御用。然后想说就用胶合去做，然后就做完之后分享到 Dcard 上面，结果就引起的回响还不错。对啊，对啊，我看非常的大。因为材料取得容易啊，大家会觉得，哎、欸，我好像也可以做的。好像也可以，可是到最后，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真的去做吧。对，其实很多人问我怎么做，然后做完之后都没有回应。对。想说不知道有没有人做完会分享给我看他们的成品如何，而且因为会牵扯到就你设计的好不好，对，因为你知道怎么做是一回事啦，但是实际上做收集材料然后怎么去设计还有做起来工巧不巧，对，像比如说那个胶会不会粘上去溢出来、啊、对，或者粘起来气泡啊抖抖的这样，对啊对啊，那个其实都会影响到很多真实的一个触感，对不对？对，所以当然我自己做是很快，因为我以前做完画廊之后，我在一间叫道具屋蓝龙的工作室做，就我跟我朋友一起开，然后我们就专门接案做道具制作嘛，有很多手工的东西啊，对对对，所以我们对工艺的东西其实是非常擅长的，对，可是我看你创作上面就是也不会因为这个东西爆红然后就一直做一样的，你会尝试很多不同的方向，对不对？对，其实会腻，当然要做自己喜欢的，但一直做同样的会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像这个纸做的，因为本来只是想要给女朋友，所以我情人节万一一直做的话，她就会觉得这个心意好像不太对哦，是你自己想爆红还是啊？哦，所以是真的是出于真心做出来的。对，但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做给我女朋友，所以我平常不太会一直做这个东西。OK， 也没有想过要把它变成商品吗？如果要做的话，我是希望做成 DIY 材料包，让大家自己心意一下。商品的话，耐用性可能还要再调整，可能要花点功夫。但重点是那个做的过程跟心意啊。对啊，对啊。那在创作的过程里面，其实你要持续性的创作也不太容易哦，常常你要很关注社会议题，或者关注一些当红的人物，或是材料，或者是一些趋势等等的。那我知道你每一年都会创作一些，比如说动物主题相关的春联啊，或者这种产品。那这个是持续性都会做的。那这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吗？让你想要持续性的一直做这样的一个题目？春联，因为像我自己想要开一间就是以艺术为品牌，艺术风格为品牌的公司嘛，都想说要有一些持续性的产品。对，然后通常艺文类的我就会先以节庆为主嘛，所以会买艺品的，以一般人的想法，大部分是节庆送人或是贴在什么地方最多，所以我就会每年过年会画一些春联，然后
圣诞节、母亲节就各自有不一样。圣诞节就做交通之类的圣诞老人。哦，对对对，这个发觉很有趣。嗯、母亲节就做一些就是母汤卡片，就妈妈过劳啊，然后不知道该休息那种感觉。动物的话是我本来就很喜欢动物，嗯嗯嗯，疗愈，然后。所以其实创作不只是为了商业，也不是当做一种职业，很多时候是你自己做的很喜欢。然后也喜欢尝试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觉得你蛮重视，应该是做出来希望别人可以看得到，对不对？我不只是说可能是一个东西收着这样子而已。当然，因为像我会把东西叫做作品的话，我会把它定义成是我做出来之后有人看到，这样就形成一个作品。嗯哼。那如果是我自己做出来，我就只是叫创作而已，没人看到，嗯哼，少了一点东西。这算很哲学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棵树在森林里倒下，可是没有人听见，它到底有没有倒下呢？对，跟薛丁格的问题差不多。你记得我们第一次碰面是在行政院新创基地嘛？然后我们就遇到唐凤，对不对？然后后来你又去有拜访了他一次。对，我也看到你有去拜访了。对对 对, 对，因为我跟他谈的是一个国家队的题目，想要把台湾的工具机产业，然后变成一个国家队，然后变成国际品牌。对、嗯，然后我看你有帮唐凤画了一个他的画像，对不对？对啊，用喷漆快速喷了一个。嗯哼嗯嗯嗯。那一次去跟他主要是聊什么样的内容？我跟他聊那个行李箱的研发，然后跟一些我对自己品牌想象，想请他给我一些建议。嗯哼嗯哼嗯哼。对，他用脑波传送给你什么样的讯息吗？我一下就被洗脑了。我这边抵抗力不够。那你自己对自己品牌的一个愿景是什么？他是想要做比较。我看这个风格，我记得叫赛博朋克，对不对？对。然后你对这个品牌的一个愿景，未来想要做成什么样貌？我希望我的品牌独立制作做出来的东西，人类对未来世界想象的感觉吧。嗯哼嗯嗯。或是我自己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希望的话大概就是跟 Supreme 这种感觉很像，就是要有点潮的，有点酷酷的，酷酷的，对。然后带动大家流行，可能。会想要穿出来给别人看的这样一种感觉。对 对, 對，就是我除了外形之外，我会希望革新或是变化。嗯哼嗯哼。所以像这些行李箱或是我开发的卡牌，我都会加入一些其他没有的功能。毕竟我物理系出身，我可以自己加一些技术在我的作品上面。嗯哼嗯哼嗯，像这种科技或技术相关的元素，对，你提到卡牌、嗯、这个部分，我们也讨论一阵子，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说这个卡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对，我做了一个卡牌叫石牌，这其实是我以前就有在卖的东西。嗯哼嗯哼，那就是因为现代人选择有很多，对，所以我们很常没办法决定自己到底要吃什么东西。嗯哼，尤其在女朋友啊或是老婆啊，容易发生。就是人越多，然后你就越有选择障碍，就对了。对，因为选择很多嘛，然后我们要考量点，有 CP 值，然后有好不好吃，灯光是不是好，油不油，所以其实选项很多，我们。在心理学上是有这样的疾病的，就是选择障碍。OK， 嗯嗯嗯。对，啊，这个卡牌本来就是抽一张之后就可以决定要吃什么，因为上面有画食物。哦，来来来，听我讲，上面有画食物，所以从这里面抽出来，比如说，欸、吃卤味。对。卤、欸、味跟孔子有什么关系？因为孔子是鲁国的嘛，所以就卤味。哦，孔子是鲁国的，所以就卤味啊。对，那很多图片都是随性的，然后下面那。下面的文字大部分会介绍这个食物的八卦、啊、或是一些小东西。嗯、对，那以前卡牌就长这样。对，后来因为卖的不错，后来我想说要做科技上的革新，嗯、所以我在里面插了一张晶片。OK， 嗯，所以我现在手机只要靠近它，就可以感应到这个卡牌的内容。然后这卡牌里面的内容是，哦，好，来来，对，给我们看一下。所以里面会看到这个一个网页，对，然后。它这个里面就是会有煽动你为什么我要吃卤味，这个东西好吃在哪、啊嗯哼哼哼，然后会有人吃的影片给你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有战斗系统，就因为抽卡这种东西，可能两个人抽到了还是有争执、嗯，对，不知道怎么决定那就开打，嗯哼哼哼，所以两个可以对战变成一个游戏，对不对？对，就有抽卡游戏啊，然后也有对战的系统，然后我用数学算过，就让它所有的战斗。每一张卡牌的期望值落在八上面，所以应该是蛮公平的。OK， 所以以后可能也会出一些，比如说收藏的，隐藏卡牌或者什么样的对战 的技能之类的，这样吗？对，当然我这个会做成集换式卡牌、嗯，所以我在上面有做编号跟卡牌的稀有度。嗯 哼, 哼，所以你卡牌刷进去之后，它会有一只你自己的掠食者。哦，那个掠食者，它上面就会有写它是稀有啊，还是。
普通，嗯哼哼，什么史诗之类的。哦，有做了三个分级吧？哦 ，SS 还是 SSR 这样子？对对，因为抽卡是现代人的憧憬。对啊对啊，现在不管比如说最早的球员卡啦。然后 Pokemon 的这个神奇宝贝的卡，现在连 Seven Eleven 里面都有那个 Pokemon 的机器，然后每天都看到一些小朋友，然后带着自己的卡夹，跟他收藏他的卡，就进去里面，然后每一家店都大排长龙这样。你知道那个集幻式卡牌的市场有多恐怖？嗯哼，光PTCG 就是宝可梦的集幻式卡牌，嗯哼，我昨天看他卖出了，在全世界卖出了304亿张。我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是人类对抽卡的欲望真的是无穷无尽，竟然能创造一个304亿张这样的一个数字，对，而且这个是新一代小朋友从小就开始收集，一直到大，对，还不放在手边。就像我们常常看到在路边的那些战斗卡牌的店啊，其实都不一定是都小朋友，很多大人，因为小时候玩到大，对，小时候玩到大，然后就整个这样摊开来，哇，非常惊人的收藏。所以像我们前阵子在聊，像 NFT， 他现在发行那个 NBA Top Shot 这一系列篮球卡牌，我相信也是很多的，不管是成人或者是球迷，他们会开始去进驻。像最贵的一张 LeBron James 的卡，现在卖到25万美金吗？对，20万美金，他那个灌篮是很有名的一个画面。那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数位创作，比如说 Beeple， 你一定也知道嘛，那个第一幅在佳士得上面拍卖的一个数位艺术创作。那你自己在串联，因为你很会涂鸦，然后又会自己手做道具，然后又对科技这个充满了很多的想象，我们未来生活的样貌。那对 NFT 你的看法会是什么 ？NFT 看法，我觉得应该算是艺术圈一种比较新的趋势吧。嗯哼，虽然现在买艺术大部分都还是要有点年龄比较会买，以台湾来讲，嗯，年轻人买的大部分是偏公仔啊、潮流类的比较多。嗯哼哼哼。那现在因为看像迷因这种东西现在这么红，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未来的趋势，因为它售价有的其实也不是真的太高，嗯哼，就有时候会想收藏，但是收藏下来又是独一无二。对，对啊，然后不是转手。卖掉之后，但版权还是在你手上，嗯，然后再进行交易的话，原作者好像还可以拿到10%左右。啊、嗯哦，对，因为主要是它是透过智能合约来做交易啦，所以当我们一开始在 minting， 就是说在铸造这个 NFT 的时候，就可以界定说我每一次的智能契约里面，我要拿到多少 commission 回到我自己的身上。对，哦，所以现在比如说是 10% 或者 1%， 其实都可以自己去制定。那对创作者的好处就是说，以前是你一手市场卖出去，这个第一笔你可以赚得到，可是二手市场后面就是其他的人，就公司嘛，对，公司拿去赚了，就没有你的这个好处了。那就像你以前想要去艺廊去找工作，或者想要去卖作品，可能你要经过艺廊这个守门人的一个鉴定，觉得有，对，有没有市场，然后抽成才能去。可是未来如果说艺术家自己能够经营一个自己的社群，对艺术产生爱好的话，你就可以跳过这个艺廊的角色，然后自己去发行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品，在这个数位世界里面去发行。不过现在我觉得一个比较大还没有被跨过的一个门槛，则是现在的实体艺术，我们比如说你刚刚说作品，其实会想要被人家看到嘛。无论是挂在我家的豪宅里，还是我有一个博物馆可以展示让大家看，还是我在艺廊里面展示出来，它有一种非常大的展示型的作用。其实潮牌也是这样，我穿在身上，别人会看到，哎，是我穿着，所以我有一种 show off 或者一种虚荣或者一种骄傲的一个额外的社会货币的一种价值。但在数位收藏上面。我那天发出去一则影片，有人说，可是我不会拿我的手机出来秀，说我有这个所有权啊。因此，下一波的 NFT， 我认为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说，你到底要怎么展示你真的拥有这个东西？例如说，现在有人在尝试说，把它印在 T 恤上，我的 T 恤上面是一个 QR code， 然后呢，你看到这幅作品，你一拍，然后就会导到那个网页，知道说，哦，我拥有这件作品是我的。对，可是这个还是有点间接。那例如说，现在数位艺术 NFT 不只用在艺术作品，它可能也会用在房地产上面。嗯，有一个网站叫 Decentralized Land， 就是说，我们在上面可以买土地，上面是一个虚拟的星球，在上面买土地盖房子。所以可以想象，我们以后的生活可能就会像一级玩家这样，进入到一个虚拟世界里面，然后你家里面真的有那一幅画，比如说买 Beeple 的那幅画那个人，你就会想要去他家或者他的博物馆里面，才看得到数位世界的真迹在那个地方。那这样他有一个可以展示的地方，那么他掌握这个独一无二的所有权，就有他最核心的价值所在了。
那当然从最近的 NFT 交易还有以太币整个市场价值的一个翻涨来看，就可以看出这个部分现在还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热潮啦。对，这种应该有蛮多经营方式，就除了我在线上有自己的展示间之外，我觉得实体应该也是有店面可以做类似的感觉吧，就一整间空间租给你展示用的，然后就每个人进来就可以手机一放，然后秀出整个房间都是这么的收藏，因为很多东西是做了虚实整合之后，反而变得大家因为看到整个房间，这都你收藏厉害，就可以变成是你的，你变成一个策展人，对，这个空间变成你的美术馆。对，你就每次租个什么半小时之类的，然后就跟他说带你去看一下我的收藏。哎，酷，很好的主意哦。手机一放，然后就整个房间全部都是你的作品。哎，我觉得可以，我觉得非常可以。就你收藏了一堆，可能这系列我想要展出的是这个 Kitty 的系列，都是猫的然后的创作。下一次我可能展出篮球卡，这个是我的，然后整个房间就是我的名人堂这样子，对。对 ，OK， 很酷很酷。我想在今天我们差不多在讨论很多这种街头艺术创作啊，然后这个数位艺术的部分，我觉得在这里面你自己遇到这些挫折里面，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一直告诉自己一个怎么样能够努力坚持下去的一个 mental 的，就是心理上的一个力量一直去支持你的心理上，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不太在意其他人的看法的，对对我的指责还是什么，因为我们在涂鸦嘛，路上总是会有人骂你，就说卖点欧贝乱威啊这些东西，对对，所以本来就很多人骂了，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正常的话，就我刚说嘛，要成为自己的光明，然后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你就会一直做下去吧。当然是要不要太就离谱啊。对。对，不过这个也是真的蛮不容易的，就是要开始怎么样去训练自己的心智，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然后要了解自己擅长的是什么地方，持续的去做下去。对，其实跟自己的心理比较有关的，就你只要想着你可能明天就要挂了，那你现在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是听别人指责说啊，我现在应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什么什么人之类的。对，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好像做给这个社会看。做给别人看，这样的一个感觉挺辛苦的。OK， 好，那我想今天最重要，我们在整个访问的过程里面能够带给观众的价值，就是希望你可以了解，找到一个自己真正有兴趣、有热情，能够持续做下去的方向。那不要太在意外界给你很多的期待，因为你的那句名言再说一次，叫做我不成为你的期待，不做你认为的理所当然。当然我们不做别人期待的理所当然，也不一定是把自己的事情看成理所当然。有很多的观众也会分享说，哎，我会的事情好像没什么特别厉害的或了不起的，可是有时候我会说，就算你做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产业啊，有时候是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其实你是很特别的，因为平常的人没有机会进到你所做的那些事情里面去了解你所做的事情，尽管你是种田碾米或者说做竹编手工艺，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特殊存在的价值，只要你愿意把它分享出来让更多人可以知道，那你就可以找到自己更多可以发挥的空间。无论是刚开始只是帮市集可能画在柏油路上，对，也许隔天就会被冲掉，可是作品有很多人看见，就会帮你想到很多可能应用的场景。对，你可以到画廊里面一个创作，你也可以做成电影道具，你也最少你也可以做成女友的礼物，对，都很多了，对，都有可能很多方向，都有可能是你可以去发挥的，然后你可以受到别人肯定的，进而就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创造价值的地方。OK， 好，谢谢 DDT 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那个下次有机会，你有什么问题，一样可以在这个影片或 Podcast 底下留言，然后我们会请他在底下回复给大家。OK，TikTok 跟 IG 大家，拜拜。谢谢大家，拜拜。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相信很多人现在才刚开始听 podcast， 或许你跟我一样是一边听一边工作或做其他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来说有价值，不要忘了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那如果你还想听什么样的内容，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